走中奖前两个礼拜，贺龙公司的事情一件都没做。你要说走中奖沙泰尔没有牺牲一点点的话，我也是不太认同。我如果要称赞一个人，程度大概就是不差、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这个是我的顶级称赞。然后那天贺龙下台，我说：“哎，刚超屌了。”哇，贺龙有没有哭啊？我觉得他后来有跑去厕所一下。他去厕所干嘛？我说我超屌，我说我很屌。其实一开始自己跟阿滴都是找我，我就想说啊，我问一下贺龙有没有兴趣好了。结果他的兴趣是爆棚的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你哪里？什么时候？我问。哎，伯恩，哎，伯恩，有没有兴趣？因为教父被打送吗？你知道我们会一直嘲笑他吗？我知道啊。哎，我没有嘲笑他。哎，贺龙现在是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。我后照镜来看，贺龙上真的是最好的。回去看。